这个第二节呢，降气。这降气里边，虽然方子不多，啊，相对比例上，一类方、重点方多一些。这个降气的针对的部位，在开始提到概述的时候，曾经谈到过，是以啊这个肺胃之气为主，肺气上逆的咳喘，胃气上逆的嗳气、呕吐、额逆啊这些方面的表现，这个为主。所以各选了一些呢，代表方或者常用方。那这一方剂呢，实际上还是结合其他啊一些治法，而是以降气比较突出而已，啊，比较突出而已。第一个方是苏子降气，苏子降气汤是合聚局方的方，一类方，是临床治疗上实下虚的常用方，啊，是个常用方。从苏子降气汤证的病机分析来看，可以把它划分为两个部分，一个上实，一个下虚，有的叫上盛下虚或者上实下虚啊，一回事，这两方面了。整个这个方反应呢，是在以上实为主的，也就是说这种咳喘一种发作期啊，发作期很多反复发作的慢性的这种咳喘病症啊，要在治疗的时候呢，要根据它发作期和稳定期的不同，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。那作为苏子降气汤证的上盛，反映的是痰涎壅盛；而对于苏子降气汤证呢，引起这个症，往往由外邪诱发，往往由外邪诱发。所以它也可能存在一定的表证，但这个时候应该说用这个方的时候呢，表证很少，或者呢已经不明显了。它是以这个上盛，肺气适于速降，咳喘，啊，咳喘短气痰多，那这个痰阻气机导致胸膈满闷，所以。咳喘痰多，胸膈满闷，归纳起来是上盛的基本特点。那痰多，这个痰是哪里来呢？又是开始外邪引动了，内外相引，导致肺腧速降，啊，那咳喘。痰往往是由平时就有阳气不足，不能温阳化气。那痰湿积聚啊，平素往往就有这个一定的阳气不足，温阳化气乏力，湿聚成痰啊。等到这个有诱因，又特别是外邪引动，那就反映咳喘加剧，痰多清晰。当然这个方呢一般用于啊在这个发作期这个上实为主啊，上实为主。下虚是考虑这个病人的一个体质和他稳定期经常反映出来的。下虚反映是肾气虚、肾阳虚，他肾阳不足啊，可以不能温化，水湿本能水湿得不到温化，既能变成痰浊，也可能水泛肌腹成浮肿。因为水湿内停，阳气不足，亦有外邪，外邪引动内引，也可以除了痰多清晰，也可以产生这个浮肿啊。但这个苏子降气汤证呢，它是上实为主，下虚为辅，有可能出现浮肿，这不是必见症。这个肾阳肾气不足，
那反映了呢，肾精也会不足，因为肾阳是内于肾精之中，而这个肾精不足，化气也就不足，肾精化为气了。腰痛脚绕啊，反映出肾虚的一般见证，腰痛脚绕，肾气不足的呼多吸少，所以这个方的下虚集中在呼多吸少、腰痛脚绕这两个啊症状是主要的。从上实下虚比较起来呢，控制上实是当务之急，所以这个方说起来上下同病，上实下虚治疗是啊上下同治，标本兼顾，以治上为主，治标为主的啊，治上为主，治标为主，这对他是正合的分析了。当然作为辩证那个佐证啊，舌苔白滑白腻啊，脉弦滑，这都反映了既有寒啊寒邪，同时呢痰湿较重，痰湿较重，所以整个方治疗方面的特点，一个是降气化痰相结合，一个是上下同治啊，上下同治，那以治上为主啊，以治上为主的。这苏子降气汤呢，君药是苏子了，苏子就具有降气止咳平喘，又能温化寒痰，又能温化寒痰，所以针对有这种性质属于寒的寒痰壅肺造成这种咳喘啊，这个这个方运用咳喘是以往往以喘为主啊，为以喘为主，所以在这个方呢，苏子是两方面兼顾的，既能降气平喘，又能呢化痰止咳，温化寒痰止咳。成药里这个方啊，又用了半夏厚朴前胡，所以半夏厚朴在这里出现，痰气兼顾，行气化痰兼顾，使行气化痰包括胸膈满闷啊，啊，是来宽胸膈常用结构。前胡能够降气又能化痰，啊，既能降气又能化痰，能够增加啊增强苏子的降气化痰力量。那这个方里呢，君臣药之外，那都是佐药了。生姜苏叶了是佛法里边啊，往家来做药引之。肉桂和当归是这个方义分析的重点，方义分析的重点。肉桂在这里既能温肾啊，温肾针对下虚啊，温肾呢能温阳化气，痰湿的形成和平时的平素的阳气不足不能温阳化气，水湿停聚有关。同时肉桂还常与温肾纳气，温肾纳气，它呼多吸少啊。肉桂还能够畅通血行，畅通血行，和当归相配合，体现了啊治气呢调血，这个放在这一点上呢很突出，也很受后世医家的一个推崇。你不是说光是肺气失降了，像这种反复发作啊，有宿疾啊，啊本来有宿疾外寒引动的这类反复发作啊，都是气郁气滞啊，日久气滞日久很容易影响到由气及血。那就像现代医学所讲
啊，你开始客船啊，到后来呢逐渐就是由肺气预制肺气失降到心血瘀阻，心血瘀阻中医说是气病及血啊，一定程度上，我说是一定程度上和现代医学认识有肺及心，很多肺源性心脏病那类啊，啊，实际上在中医是种由气及血的过程，治气降气，要调血，要和血。所以肉桂啊，有一种有温心活血、温经活血作用，和当归相配，当然作用啊这方面呢相互协同，体现了整个方。调气又结合活血啊，治气结合活血这个特点，这是肉桂的这个方里三个作用，一个温阳化气，有助于啊这个治疗啊痰湿了，第二个呢那个温肾纳气，针对呼多吸少以及呢肾阳不足了，同时又体现有一定的温通血脉作用，和当归合作体现了气病治血。所以疏脂降气汤方一分析呢，其他的药从中药的这个知识啊来理解来解释比较容易，肉桂当归是比较特殊的，所以这类运用当中特殊的一个配伍意义呢，在这类方中学习和体会当中应该是重点。当归这个药神农本草经上说它治咳逆上气，还说它能治咳嗽啊。当然我们现在很少呢就说当归则就用于咳嗽啊，实际上这个方啊在长期咳嗽啊，时间较长咳嗽病人呢，防止他气病及血，配当归这个思路是很好的，啊，配当归思路很好，加上他比较润，啊，比较润，这个方里半夏、厚朴啊，包括像苏子啊、肉桂啊，这类都偏于温燥，偏于温燥。用这个当归既能气病治血又矫润啊，在全有一个润燥作用啊，润燥作用，这是当归肉桂都佐药啊，佐药。生姜在这方里呢配苏叶有散表作用，有散表作用，这类症候往往外寒引动内引，外寒引动内引，用一定生姜苏叶可以散表啊，生姜还能制约半夏的烈性毒性，和半夏相配，这个方又反映了一些和胃加逆的特点。我们说过啊，咳喘严重啊，肺气伤逆可以引起胃气伤逆，所以它降肺和和胃呢可以相结合。这个生姜和大枣相配，内可以调气血，外可以和营卫，用甘草来保护胃气，和大枣相配呢有补气安中的作用，补气安中调和药性。历来这个苏子姜气啊方术里很多都收它啊，这个后世嘛很多加陈皮了，加陈皮呢体现了啊增加这个理气化湿作用，理气化湿作用。现在一般苏子姜气汤用的时候都用陈皮了啊，都用陈皮。在宋代以后有的方里用陈皮，有的不用陈皮，很多方术都收这个方，是一方集解把它固定下来，它正是有陈皮。
啊，那此后来出的很多书，基本上人们用苏子姜其汤都加陈皮，啊，都加陈皮。我记得陈皮的这种舒展气机呀、啊，化湿啊，这个它的重特点呢，曾经前面啊我们讲到过。前面呢，我们做了这个苏子姜气汤组织症候分析和方义分析，归纳起来呢，它是一个啊降气、平喘和祛痰止咳功效为主的，治下虚呢是次要的，啊，这个方是节制治标为主，虽然标本兼顾，是节制治标为主，治下虚力量是不足的。啊，不足的，所以要知道它是治疗一种啊痰饮又外寒引动以后的发作气，而且自身又有肾阳不足的肾气不足的这个特点啊，这种体质特点。针对它这个主症候采取的治法的特点呢，也就是各方的配伍的特点，上下并治，标本兼顾，以治上治标为主，所以它实际上是用于啊有这种寒痰啊壅滞有外邪引发之后呢，这个发作期，发作期一般是表征很轻的情况下啊，所以这个方在和小青龙汤比较的话，小青龙汤它病机来说也有外寒引动内引的特点，外寒引动内引，内外相应，引动不拘，所以小青龙汤症的特点是表里同病，那就是说外感风寒表示症的引动了内在的寒引，那是表里俱重啊，表里俱重，它也有咳嗽啊，咳喘，痰多清晰，胸膈满闷，甚至于呢见胃气伤逆，这个外来呢恶寒发热，恶寒重发热轻，头身疼痛无汗，是表里同治，小青龙汤症表里同治呢，表里兼顾的。而苏子姜气汤是治疗体现了上下同治，虽然标本兼顾，治上治标为主的，所以这两个呢不同。苏子姜气汤症表症很轻，如果表症啊明显的话，这方散表不够，光是有点输液生姜散表是不够的。临床辨证要点呢，咳喘痰多稀白，还是偏于寒饮，胸膈满闷，呼多稀少，苔白滑，脉滑，这是成为治疗上实下虚咳喘的一个常用方啊，常用方。在临床看来，用这个方呢，咳喘往往以喘为主的，如果痰啊这个咳喘痰多，组织气机严重，肺湿速降，导致了痰多喘盛，那增加泄肺平喘的力量，像伤白皮、停力止啊这类有泄肺平喘的作用，喘积啊这个比较严重，特别它有上实下虚，所以稍微动则气喘啊，气喘说气短难续啊，这个因素有两个，一个是咳喘较重，还有一个呢生不纳气，所以这个方里应该加纳气平喘药，体现了标本兼顾，增强治下虚增强纳气的作用。胡桃肉擅长于温肾啊，温肾有纳气作用，沉香呢降气，和方中肉桂相配，擅长于增加肉桂的纳气作用，科子收敛
也有助于纳气归肾。这个肾阳虚的寒象突出，反映在四肢捏冷啊，增加附子啊，补固子这些温阳。如果说肾阳虚引起了这个水湿泛滥，有水肿小便不利，那可以这个方里加利水药来温肾阳基础上再加利水药。所以方中比如加了附子，还可以加像猪苓泽泻一类的利水药。